接下来的节目是由陈佑珍带来难度极高的钢琴曲《老顽固》。这首曲子是德布西写给他女儿的练习曲，是在描述小朋友以莫可奈何的心情弹奏乏味而难弹的练习曲。弹完了练习曲之后，终于觉得松了一口气。掌声欢迎陈佑珍带来的个人钢琴演奏《老顽固》。